大家好，我是阿海，今天叫给徒儿二三幺还有小狗，然后他叫他们几个好朋友到我家来做客。今天媳妇要给我们做一个这个牛肉蒸面吃，现在起锅烧油开炒。切大一点，上次切的小了，饭做熟了不见吃够了。在农村，大盘肉做个蒸面就离不开土豆。面。我不提醒你忘了是吧？放了呀，你总得让我把面放里面去吧。关键是这还得靠我自己啊！来，这什么？好了，你看，来，我们要饭了。谢谢。来，阿龙，阿龙子，阿龙子，这，可以吃。来，可以吃。尝一口，味道怎么样？我们的蒸面，你们的蒸面，奥克萨斯吗？奥克萨斯，一样的。哈哈哈。那一个碗。哎，忘了放这个。来，肉。忘了放这个。嗯。这阿海，阿海的老婆子跑了干什么呀？味道怎么样？干。嗯，尝一口。好的很。肉吃。嗯，肉吃。你媳妇做的到不到？你也到一礼拜一次做这个。嗯，大的。干。味道很羊肉。牛肉，我看好像羊肉一样。妈呀，那牛肉非常好，好，非常好，这个很好，真的好吃。冬天只要坐在一起的日子很好，很难坐到一块儿。家庭就天天在一起。对。我们好长时间也没有聚了。那别带我。今天在人家聚一聚。吃点饭，聊一聊，这样。你看，我们老婆做的一样吗？一样吗？一样一样。你们老婆做的好吧？你们老婆做的一样。啊？一样。这个叫我吃。你老婆能不能回转？能吗？还一天你的饭吃啊？是。好。那倒是。你老婆那样子干啥呗？小土好长时间没出镜了，有很多朋友都说小土在干嘛、啊。我在喂牛，嫂子长瘦的。喂牛，喂牛。麻烦了。这个小土我也没看到几个月了。嗯，今天天时间长了，时间长了。我们接了我们回去，然后这儿来干活一块干了，对不对？他一定去干活了吧？对。你吃饭的话，我看到丫头一样啊，慢慢的吃。什么？慢慢吃倒可以哦。哎，慢吃的话也不行哦。那干嘛跟他训练了呢？像我们吃饭都是狼吞虎咽，哎，人家吃的秀气一点。丫头一样。丫头一样的。哈哈，越来越瘦了。胖了。胖的厉害，胖了，胖了，几公斤？对的，现在74，74年我觉得。我们先去了，夏天吗？夏天吗？夏天66、65这样子，冬天来的话就这样了。10公斤，对，对哦。咋都扔了？扔了？什么的？我也有点胖。